哈哈！哎呦我的妈呀！欢迎极道夫人。哎呦，一般极道夫人出来就会有日本的 background 音乐来了。有。第二声是没有。喂。第三个声音是有没有？认真一点。是这位道上的哥们，是听说从小你也是叱咤风云的虎爸小霸王。哎，我还好。是，您在身上有刺青吗？我不敢。但是那个，您是极道夫人，是极道夫人，一般来讲，通常身上一定会有刺青的，对不对？那当然有 ，of course。那在我最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我最重要的部位刺了一只毒蝎，蝎子是，大家弄出来，大家拔一下了，快点。现在不行，因为我身材一变，蝎子已经变成龙虾了。我就喂，别乱讲，好不好？我去做我的。哎呦我的妈！大家好，我是左宗康，欢迎各位来。今天呢，就要讲说刺青这个东西啊，在这几年来讲，慢慢的就是在国内变成一种艺术品啊。以前好像就是一种大家看了以后会敬而远之的一种东西，但现在刺青呢，刺得越来越漂亮，色彩越来越多。那以前呢就是比较负面一点，但现在完全不是，会有很多的原因去刺青，有的是因为纪念事情，有的是为了爱，那有的就是为了就是好看，嗯啊，还有为了流行，嗯，那敢问其他三位身上有刺青吗？我本来应该有的。本来应该有。对，我本来去洗澡洗掉了。不会，那是画的。对。我本来应该有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女儿小学跟我儿子小学的时候，我们就约好说我们三个人一定要去刺青，要永远在一起，永远幸福。是，对，就我们就到了那边，就当场有一个阿尼基非常还蛮庞大的身躯，正在刺青，刺他的整个背，就看到他的背在颤抖。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还是回家好了。然后我们带着孩子走。有时候那个针刺在那个反射神经上面，他自己会抖动的。哦，就是撒西米油的，接下来会抖动。连他都这么勇敢，都会痛了，为什么我们怎么会有我们？不是痛是一定会痛，没有说因为勇敢就不痛了，痛的神经还是会。可是你看，我觉得刺青它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象征，为什么？你看毛利人也有刺青，所有的勇士哦，像印第安人还有我们的原住民，他们是只要是勇士，不是都有特殊的情面刺青？对对对，有啊，我也有一个。哦，你有？你是啊？是，我有一个在背后。哎呦，请等一下，先说什么动物？蝴蝶，一只蝴蝶，对，蝴蝶。哦，对对对。哎，还是蝴蝶，不错。什么叫还是蝴蝶？翻变蛾了。你也会变成什么？蝴蝶哦，因为你幸福。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啊，我的背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如果看仔细的话，我那边本来是有一道，有一个疤，伤痕。哦，对对，这里。是这边直直的。对，我那边动了什么手术？对，我开了一个国中的时候开一个骨刺，脂肪瘤。骨刺嘞喂。学尝试啊！哎，当时痛不痛？没有，当然会痛啊。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开脂肪瘤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才念国中，那又不懂，不知道说女生爱美哈，不晓得说。伤口就小一点。我开的是外科，不是整形外科。他是拿那个斧头来劈你？不是啊。没礼貌。就是没有镭射，对，没有缝得很细。所以呢，那个就有一道疤。那后来也不晓得说，我们就做这一行啊。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在主持那个金曲龙榜的时候，那个有一个那个嘴很坏的主持人叫瓜哥啊，你说的，他就没有说，我都没有说，他就没有说叫我刀疤脸，刀疤脸，就一直这样子求我，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常常穿露背装，他就说刀疤脸，你这个刀疤脸怎么样？那我就觉得很糗，然后就想说，那就刺一个有纪念性的东西，就我去给大毛刺的嘛，是。然后呢，那我觉得大毛很棒。他那天喝醉吗？没有啦，他就说。那只蝴蝶看起来想睡觉。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哎，那你选一个你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就选了半天，选到蝴蝶。然后你知道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说，蝴蝶，哎，你很怂哎，我这边这么多图案，你怎么选个蝴蝶？然后我说，他说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说哦，因为我姓胡啊。他想想，哦，对对对对。那你可以吃蝙蝠啊。喂，你可以吃狐狸啊。喂。对啊，蝙蝠。我们不要这样子，可以已经吃了。你要这样好吗？因为你不配莲嘛，对不对？对。旁边再吃一头大头莲，你知道吗？喂。没礼貌，你们。那
请问一下，这位夫人，你我是真的有刺青。我在哪里露出来打靶一下？真的，其实我要纪念我最心爱的人。哎，预备起。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啦！下面几道教师来啦！他是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来上我们的节目。啊？大学的老师，哇！哦，好像日本漫画里面的。是。你的正面看起来好正常哦。学生太平了，桌上一拍，啪！我的妈呀！真的。还需要很优雅的秀出来。哎，预备起。太恶心了！太恶心了！笑死我！太恶心了啦！多赞的！哎，把那个锯子拿来，我现在把它锯下来。干嘛？最近很难褪色，不会，用削的比较酷。我很爱他，好怎么样？对，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给各位介绍一下所谓的刺青的文化。其实现在呢，我们在那国际上啊，有很多的刺青的比赛。那在台湾也办过一个非常正式的刺青比赛，而且像美国有一部影这个节目啊。就是什么 LA 刺青啊，他要讲很多刺青的那个，所以说刺青现在是来讲是真的是越来越流行，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子会刺龙刺凤，其实他们刺的很多的图案都是哇，出去比赛都很漂亮。它其实是蛮时尚的，而且很具有的文化色彩。好，那我们今天要请到几位我们的有刺青的朋友来展示一下他的刺青，好不好？第一位呢，这一位是在2010年澳洲彩色拼图设计得到第二名的，好不好？让我们欢迎小娟。你好，小娟今年几岁？25岁。那在刺青上面来讲，花了多少钱？大概10万吧。10万呢？你是从头刺到尾了？没有。怎么听起来好像在刺那个鳄鱼一样？怎么叫从头刺到尾？开一个那个也不用10万哦。没有。那请问一下，就是说你的刺青是很多种颜色吗？对，彩色的。彩色的啊，不一样。哦，分很多次。而且应该不是一次刺完，对不对？我大概分4个月吧。4个月啊？对。一个图。那比方说，比方你今天刺完一次，上色以后，要休息多久才能再去第二次？大概要1个礼拜吧。一个礼拜。所以这4个月之内你都不能变胖，对不对？我图腾会跑掉。对呀、啊。像我那只毒蝎，我就不敢拿出来。喂。它现在是龙虾，而且是螯很大那种。吃到了。OK， 那当初第一个想要刺青的动机是？我刚开始只是因为很想要去尝试看看而已。嗯哼。对，所以才去试，只是没有试这么大的。是。对。是很大、哦。我现在的很大。刺的很大一片，都是我们看得到的地方吗？看得到，看得到，完全都看得到。对，那我们就立刻来展示，好不好？好，好，来，请。哦，我想说我看不到啊，哦，哇，哇，单一手背，这戴手套吧？哎呦，被静电，我刚刚有喷干冰。哇，你是刺的满满的哎。对，就是从这边到这边，后面也都有。而且是卡通人物，好可爱哦。对啊，而且颜色好漂亮哦，这个颜色。哎，等一下，哎，有刺青的皮肤跟没有刺青皮肤摸起来不太一样。好像有刺青会比较好一点。对，好像比较滑哈、哦。哇，家里面人有没有人吓到啊？我爸妈还不知道哎。阿友 ，OK， 好，今天来上节目。那你夏天怎么办？对啊，因为我家人住台北哦，对，然后我是现在自己住台中。就夏天不要回台北。那大腿也有刺。对，我大腿。可以看吗？这边。哇哇！天哪，好痛！精彩！你刺的这个，哇，颜色真的非常漂亮哎。那是一个人物哎。他对，他是面具，他是一个面具。对。我觉得他的眼神一直在勾引我。对，他是一个面具，是腿还是眼神？然后还有兔子什么？兔子，对，兔子是我妈妈的生肖，真的吗？还吃了2只，真是厉害。可是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好漂亮哦，鲜艳，跟以前我们那种就是最传统刺青的那种想法完全改变，对不对？传统刺青永远就是要不然就是打雾啊，同色，这个好像水彩笔画，好漂亮哦。OK， 好，来染料也特别好，待会我们再来好好跟他聊一聊。来，请坐，谢谢。
来，我们要接下来欢迎第二位了，她是2006年泰国刺青皇后，2008年帕塔亚刺青皇后，欢迎廷恩。廷恩，今年几岁啦？35。有那么多啊？看不出来，刺青使人变年轻，真的，越刺越年轻。是是是，那请问一下，你刺青花了多少�钱？刺青大概花了30几万。哇，更多，一只手臂就10万。你刚刚那是一只手臂10万，连腿吗？没有，不连腿，就手而已，就10万。对，10万。嗯，那我你现在是就手臂跟背。真的哦，所以漂亮刺青是贵的哦。是，当然当然，这是一个艺术品。那我想请问一下，当初第一次刺青的动机是什么？第一次刺青的动机是我想跟妹妹有一个一样的刺青，因为921地震就是让我看到很多的生离死别。嗯，我想要跟妹妹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在身上。嗯，是那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是？就海豚，就是挑了一个喜欢的图案而已，小小的。嗯、OK， 好，那我们马上来看一看她的刺青好不好？好，来请。哇，好痛哦！哇，这肯定要30万，我的天哪！哇，好美！那粉红色真的好漂亮。对啊，而且它是一个很梦幻的图案。哇塞，你太狠了！太狠！哇，暴力！对，然后你看手背这边，哇，好漂亮！这个，然后再看这一边，后面那个女神更漂亮。哇，你看这个好可爱哦！哇，好漂亮哦！我的天哪，还有你看国剧的人呢，脸谱，脸谱。好漂亮，而且这个也是吗？这我画的，你是用自己画的，用笔画的？你自己刺的吗？我自己刺的，我刺了一只我，然后一只我家的，就是小妹妹，就是母鸡。但这也是刺青，这是刺青，我自己刺的，我自己涂鸦，我自己的涂鸦，这是我儿子的英文名字。哇塞，我好厉害！哇，你们这样做，我们以后要做人家父亲的，我们没有刺行落掉了。对。不会啦，好是你这里有妹妹的刺青哦。哇，卡哇伊！刘亮佐也做了一样事情，把他儿子刺在这边，一模一样，很棒，很棒，哇，好厉害哦。OK， 那海豚？海豚在这里。哦，我当初这么小，然后你把它包覆起来了。对啊。OK， 好。然后我加了3只，就是我们有4个姐妹，所以我加了3只海豚，总共有4个，4个都到位喽。那你的妹妹跟你吃一样的有海豚，对不对？对。那另外两个有没有吃？另外两个我帮他们全部抓来吃小鸡。哦哦哦！就我帮他们送给他们那个爱的礼物。他们帮他们吃，我帮他们吃。他们你是刺青师啊？你会？我不会。就你。就是、我一点点皮毛嘛。OK， 那我的职，我就是我的工作是妈妈。那他们欣然接受你的刺青吗？对啊。那老公有刺青吗？老公有刺青啊，老公就是刺青师。哦，难怪哦，要不然这个家庭革命就麻烦了。对啊，这个回去老公回来，哇，你谁啊？所以说这些设计图案都是你老公吗？对，还有就是我自己挑，然后跟他讨论。那他会这样吗？平时跟你聊聊天呢？哎、欸，我跟你讲，我现在灵感的记忆就刺了。不会，其实他不太想帮我刺青哎。为什么？就是你会打他的。不是，一来他怕我痛。嗯。哎呦，好愛你。他心疼。是。然後对，而且你细皮嫩肉。就是二来就我很爱在叫。哦。就啊很痛哎、欸！你小一点哎、欸。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客人都不会有这些问题，我就会在那里有的没有的一大堆。哎、欸，这是你的特权啊。对呀、啊。对不对？真的。别人有的没有的他。嗯，在叫，对不对？你们当初该不会是因为刺青才认识的？哎，没有，朋友介绍认识的。来来来，看一下人家的蝴蝶，好不好？这是对啊，多霸气、啊！这个啦，这个我老公改过了、欸，这是蝴蝶吗？这个是有点搞砸的。底下呢？底下是蝴蝶。这个不是，这个是那个花仙子。花仙子啊，对，好可爱。不过你整个来讲，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哇哈、哦，这个国剧的脸谱，这个很漂亮，对哦，好像哇，好像贴纸一样，栩栩如生。然后这个牡丹，哇，好漂亮。但是后面，可是它后面的那个哇，后面那个仙子那个图腾才漂亮、啊。哇，这整个刺下来，这是你整个是你老公刺的。对啊，你会不会有一天刺到最后就不用穿衣服了？应该是会没问题。对啊，那怎么办？不怕了，好上瘾哦，放开了，上瘾哦，好上瘾。
好上瘾、哦。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吃满，如果是漂亮的刺青，真的很上瘾，真的很上瘾哦、嗯。就是说你会感觉到那种刺激，然后觉得好像就是跑步，然后跑到满全身都是汗那种舒服感。是，我就说我一个朋友，他不是不算道上的，但是他全身刺满，嗯，然后他说有个好处。就没有洗澡，大家感觉不出来脏脏的。你怎么会乱讲？开眼界了，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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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哎，好，注意了，接下来这一位就厉害了。还有更厉害的。他是不是他是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来上我们的节目？来，我们欢迎 Tina。哇。你好，你好 ，Tina， 今年几岁了？38。38岁，那刺青花了多少钱？40万。哇，哇，一个花的比一个多。我，因为她的老公是刺青师傅哈，会不会她的比较划算？因为老公算她便宜，会吗？会。OK， 40万，那你今天为什么会冒着失去工作的？因为我是老师。啊大学的老师，你教日文？那 OK 吗？日本人本来就要刺青的、哦，没有本来啦，他们接受度比较高啦。哦，那是你在日本的时候刺的吗？没有在，是哦，她老公帮你刺的，帮我刺。OK 啊，他算你40万了。喂，不要这个好朋友。来，请问一下，第一次刺青大概是几岁？其实我是去年才开始刺，我是在那个17岁的时候我就。知道刺青这件事情，那就一直认为刺青是非常，唯美而且很漂亮的东西，是能够留在身上，实在是很开心，很开心。那你怎么会到了37岁才开始叛逆？因为以前的那个社会风气并不是，对，以前并不那么接受，而且他又做老师，他有很多考量。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去撞个球就被人家当成坏小孩扁了一顿，嗯，现在这个撞球一场赢下来几百万了，真的哦，早知道就好好撞，对，对啊。那你现在还来得及啊？来不及了，来得及刺青啊？老花眼，你把整个脸刺满。喂，来，我们来看看你的刺青好不好？来，谢谢。哇！来，麻烦手法拨一下，谢谢。夜行，好美哦！哇，我看一下，哇，好像日本漫画里面的。哇，是夜行，你这哇刺到哇，他刺到这里了。对啊。那你是这样连下来的，对不对？是整个屁股。给我们看一下吧，屁股。喂，不可以啊。请问你下次结婚了吗？还没。对。OK， 哇，当初这个刺这个图案是跟设计师一起讨论的吗？嗯，是有讨论。他刺起来的东洋风就很重。对。哦，其实这一卦很就是兄弟卦的。对。那种牡丹菊花。是属于跟你同一极到人妻啊。对对对，哎呦，我是极到胃痛。对对。会不会？像这种有没有就很像那种有没有那我们看那种日本极道电影有没有在赌钱的时候突然把袖子拉下来那种挂嘎的对啊就是那种、okay、我的女友是老大那种听话你的学生很听话哈、嗯、可是问题就是说你是在后面的话你要自己欣赏的话怎么办看图片照镜子啊照可是我没有办法完全看到我只能这样斜着看这样斜着看其实都是别人在欣赏对对那这样整个完成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大概快半年吧。哎，你转过来，快半年。对对对。哦，那算刺得快了哈。嗯，对。哇塞，你的正面看起来好正常哦，正面正常，对，好正常哦。我觉得刺这样子哦，去学校哇很有好处。对。学生太皮了，桌上一拍，啪。然后衣服一脱，你们再上。急躁。还有这样一拍对不对？然后就我打电话了，打就哦买了，老师买了。OK， 那。这个学校知道你刺青吗？不知道，但是 会反对吗？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也没试过，今天想要来试试看。OK， 看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你只要不要在学校露出来，应该我觉得他们没有权利个人的自由。对呀、啊，学生知道吗？啊、学生。这阵子知道了，因为夏天，嗯，那我穿的那种无袖件呢，在写的时候，他看到隐隐约约看到，就说：“老师，你有刺青吗？”嗯，那他们会交保护费吗？老师，成绩不好的时候就很麻烦。老师，你输了，交学费的时候不是就教务处吗？你把那老师是我的学费，来一点了，对不对 ？OK， 但是
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啊，这跟他对啊，跟他职业并不冲突，不相冲突的，除非是宗教学校，对，就 OK 了，好不好？来，那我们先请坐，好不好？我们再欢迎下一位。哦，还有哎，这一位是2010年澳洲传统刺青比赛的第一名，传统哦，传统，来欢迎小文。OK， 来，请问今年几岁？24。24，对啊，那请问一下，你刺青大概花了多少钱？50，越来越多。24岁花了50万刺青，第一次刺青的动机是？动机哦，嗯，只是纯粹去动物园看到老虎。所以啊，所以你认为老虎那个虎斑是刺出来的，所以你决定？没有啊，因为想养它，可是又养不起啊，哦，所以就把老虎刺在身上。OK， 你是不是属老虎的？不是哎，我属兔。属兔的。OK， 那你老虎是第一个刺青吗？对。多大？我两个哎。你有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不要那么幼稚好不好？好。所以那你第一次刺青就刺两只，还是说先刺一只再刺一只？一只刺完再换刺另外一只啊。就时间隔的没有很长，对不对？就同一天。同一天呐，啊。哦，我以为你是看他太孤单了，帮他找一个伴侣，让他们结婚这样子。没有哎，因为那两只都长得好可爱，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刺在上面。是实。来，我们看看吧，来。哎呦哎呦哎呦！哇哇，好可爱哦，小老虎！哇，它这个好可爱啊，这只真的好可爱啊！而且我看一下，它的鼻头是个爱心的，对，是个桃心哎，好可爱哦。然后好无辜的那个，我很想吃啊！哇，我再看看这边，啊，我们赶快看一下另外一个老虎，你整个背是一个凤凰，也是延伸到屁股下面，另外一只在脚上，哇。厉害，脚上那只也很可爱，它还是老虎。哦，澳大利亚，来来来，看一下，这个好厉害，吃的好传神哦。对对，下面那个是，哎呦，剪刀手爱德华吗？强尼戴普，啊，强尼戴普的那个，是啊，是他演的。对，哇，你吃的都是那种，比较流行的图案哈。你很喜欢澳大利亚赫本吗？那是为了跟那个出那个 T 恤的。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到没有？那个黄舒淇，黄舒淇因为她的刺青而出了一件这样的背心，对，跟她的刺青是一模一样的。哇，厉害厉害，就引动整个流行就对了。对，哇塞，好厉害哦，比较灵活哈，太棒了，我的天哪，50万，哇，40万，30几万，你是10万，这不就破百了？对啊，黑啊，但是我想知道一下，要去刺这么大一个青。心里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设，什么样的心态去这样子？冲动，冲动，冲动啊！跟结婚是一样的。你要干嘛？我不冲动，我去冲马桶。五位，好，来来，请坐，好不好？来，以前那个刺青有很多种，然后有的人刺的部位的关系会导致那个刺青似乎是活的，嗯，对不对？有些人会刺在这里啊，你手被动，它就像活的一样。然后有些人会刺在这里，哦，走路的时候这边也会像活的一样。好，那请问一下婷恩，你看过什么样比较搞笑的刺青？有一次就看那个情侣就一起进来，然后男生就不甘不愿的，然后我就看女孩子就很开心的走进来说啊，我们要刺青，我就说哦好，然后他就说要刺什么，然后他就说刺我的名字，那女孩子就说要刺她的名字，然后刺在她身上，我就说哦，为什么，就是然后那男生啊就会，男生就说哦，因为我做错事了，被他惩罚，可是我要呼吁大家就是。刺青不是拿来惩罚的，就是也不是一种这种，就是当玩笑一样。他们可能两个也是，就是有那个，就是他们两个对，可能他们自己也喜欢啊。不是因为这个会造成什么？就造成你本来刺了他，那分手又这边还要打个叉，很累。很累啊！不会啦，他会改啦。哦，所以他惩罚他应该刺在额头上。我们刺小小。哦，我有帮他把他图形弄很小。哇，这个有良心。到时候可以就是做修改，变成其他的图案就好。好，那还有一个比较感动哦。还有比较感动的，就是有一天我接到一个
就还蛮规矩的，就是例如像我妈妈年纪五十几岁，比较中规中矩的妈妈，她就拿了肖像进来，她说我要刺这个，我就说哦，她就说这是我过世的，就是我去世的老公的肖像，那我要刺上他的肖像，然后我就说哦好，那我们就约定时间，然后那天妈妈来了。他那天来的时候很中规中矩的，就穿一般般像我妈妈居家的衣服，然后那天来了穿一件豹纹背心，然后我就说哇妈妈你好酷哦，就跟妈妈撒娇，就说哇妈妈你这样真的很漂亮这样，然后妈妈就说嗯，他就悠悠的说因为我老公喜欢这一件豹纹背心，所以我今天来刺他的肖像，我就穿了这件衣服，然后当他就刺好了，然后他快完成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一直陪他聊天啊，可是我都一直不敢问太伤心的事情，然后到他刺好，我就很开心的拿那个镜子给他就是看他的刺青，然后让他看看说就是有没有像啊，有没有漂亮啊，已经完成了这样，就他对着镜子说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好感人哦，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到了想念跟爱，就是真的有爱，而且这年纪这么大哦，然后我心里好疼哦，就是觉得妈妈自己对，因为你应该要很羡慕她，因为以后啊，你可以也可以把你老公或者你自己的肖像刺在身上。我开始弄了，小孩的，不是你会不会刺的太多？有点没有全家福，我有的位置。对啊，我要刺的啊，老公没有你的位置，老公气死，对不对？没有，一定要留的啦，因为看到就是对，因为老太太这样真的，而且只是普通年纪，对，她对着镜子说，就是让你很心疼。对、啊，真的，她说他们永远在一起，很棒。好，那我们手上有一些照片，这一个应该就是你的吧？对啊，是的，就是他真正的全图。小康要跟老婆共创爱的印记。我们还是去海边晒太阳，他走过来，我说嗯。你有刺青啊？对啊，那你没有？去掉了。目前最受欢迎刺青的部位就是那个半甲。半甲。女生的话，大致上都是腰板。康哥选好了没？我知道你在问你。我？他已经心痒痒的。我们这种结婚的，就是一去以后，老婆说指哪里，我就刺哪里。哇！我们今天在这边是无缘看到，因为我们是电视，碍于尺度的关系，对不对？但是它整片是这样，很美很美。哦，就是这位是你吧？就稳稳的。哦，你是凤凰的背后。嗯。哇塞！哇，你看这张多鲜艳。分不清楚什么是衣服，什么是刺青。我真的很认真的看，到底是什么？刺青，哇，真的很厉害嘞！哦，这个刺青，请问一下，刺青最痛的部位在哪里？刺青最痛的部位，我个人觉得肚子这边细嫩的肉还蛮痛的，就是很多客人反映说非常痛，对，非常痛，对，真的。可是我个人呐、啊，个人觉得 我不知道，因为我本来以为是锁骨。可是因为锁骨也 OK， 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在美国念书留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那时候还没结婚，那他们就流行穿低腰裤，就这边刺青，就刺了一个，他说他刺一个蚱蜢，就过了数十年之后呢，他生完小孩回去，他跟我说，有一天我女儿跑来跟我一起洗澡的时候跟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要这边刺一只变色龙？就是那个蚱蜢已经变成变色龙，所以说其实刺肚子应该是很痛的。可是我想跟你就是不会变形，对，不会变形。这是她怀孕的时候，这个是我怀孕的时候，肚子有一个海绵宝宝。然后可是为什么她真的变成变色龙？变好大一个，然后我生完她。瘦回来没有变形哦，因为他没有瘦回来，今天刚好衣服的关系没办法给你看。对，那是因为你瘦回来，他没有瘦回来，所以就直接变变色龙。哦，对，好可怜。所以说，这个海绵宝宝会变形金刚，不会变大的海绵宝宝。哇，很棒！你看他们这样，哇，你看留下一个永远的回忆，这样。怀孕的时候，不错。康哥可以考虑一下大嫂。他有刺青的，真的在哪里？整块这样。哦，真的翅膀吗？原来你爱上他就是为了不是，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去，因为我们在关岛嘛，因为刚开始认识，因为不熟，然后一直不熟，因为经过大概一阵子，我就很奇怪，其实我们去海边，他干嘛穿着背心？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他就穿一个背心。然后到我们很熟，有一天呢，我们还是去海边晒太阳，他走过来，我说，你有刺青耶？他说对啊，啊你没有？我说我没有啊。然后训掉了。不过他前两天跟我讲，我们是应该一起去刺青的、啊。我说哦，也对，不错。那我们再找时间一起去刺一个。真的，而且我们台湾刺青这么发达，你要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在刺青，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棒的国家，我们出去比赛，在很多的场合，国际赛里面，不是只有我们，还有很多的刺青师啊，他们都是很顶尖的。嗯，我们拿了很多很多国外的奖。请问今天老公有来吗？没有，可惜他在加拿大。对啊，不然你可以说，哎，我可以便宜一点。老板娘在这里啊，现场台的嘛，然后就这一块，六万，我很勇敢的。OK， 那目前最受欢迎刺青的部位是哪里？最受欢迎刺青，男生的话就可能是，就是那个半甲，或者是手背这边嘛，对不 对？女生的话大致上都是腰板嘛，性感嘛，然后肩胛骨，再来。差不多是这个地方。Okay、看哥，你选好了没？我知道你在问我，他已经心痒痒的。你不是要那老婆要刺？我们这种结婚的，就是一去以后，老婆说指哪里，我就刺哪里。哇，好美，就他指错了，有没有？他指我的这边，我刚刚转身，不会啊，喂喂，我要永久留下来。哦，不用不用，可以涂掉，那可以改哈、哦，拜托帮我改一下。你们有没有遇到那种，就刺到说？太痛了，不要吃了啦！我有遇到那个贴图昏倒的，贴图太紧张，贴图就是先贴上去啊，再刺啊。对，就是先帮你复印你的刺青图案，那就晕倒。我会先帮你构图嘛，然后给你校稿，看完以后，然后帮你贴图。在当下贴的时候，他因为太紧张，然后他从椅子上摔下来。我们在贴图，师傅在贴图，嗯，然后他摔到地上，然后我们吓一跳，然后一直把他摇醒，然后他说：“哦，没事。我相信我一定会经过贴图那一段。”对，我刚刚就在想，我就是想要看哥可以吗？如果我去你们自己在贴图，我在扶椅子的时候，麻烦请另外的师傅来扶住我。小文，你刺青吃到想放屁，这样开心是刺太久了的。不是，因为我刺背后这幅图的时候，大概平均都3个小时休息一次。嗯，然后那一次刚好就是刺到屁股这个地方。嗯，然后因为休息时间已经过了，然后就刚好刺了大概快1个多小时，受不了。然后受不了，然后就突然有想要放屁的感觉，然后我就一直问刺青师啊，然后就问他说你累不累啊，你想不想喝水啊？一直忍着那块，然后就一直在找各种理由让他休息，然后我就可以去。就是那个稍微解放一下，对 ，OK。然后结果他就一直说不会，就是他不累，他不想休息。那你就跟他讲，然后结果我就一直忍到3个小时，你就直接跟他说对不起，我想放个屁就好了、啊。是你是女生哎、欸，不是你可以忍屁忍3个小时，你也很厉害、欸，太神奇。因为我怕放出来之后，我怕。难怪你不怕痛哦。对，我被从那个皮肤就蒸发了。对啊，我看你要刺一个人哦，因为你很会忍哦 ，OK 哦。因为那个屁，你有时候屁放出来不知道是那种臭的还是不臭的、啊，是什么成分的？有。那你如果放出来很臭，不就把那个刺青师熏死了？所以刺整个人挂掉。好 ，Tina， 你男朋友对你刺的这个刺青有意见吗？嗯。刚开始我要刺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会反对，嗯、因为我是经过他的同意才去刺。是，可是刚开始他知道你要刺这么大一片吗？不知道。对对。我是慢慢带领他，他根本因为他也是个大学教授。嗯。他可能以为你可能要去刺一个小小的、小不点、小不点之类的啊，海豚之类的。对对对。来一个背后全甲，这个太吓人了。对，回去你说不小心晕开了嘛？没有，我就跟他讲说。居然要玩大一点的，小小的不好看，我们吃大一点的、嗯、看起来漂亮、嗯、对不对、哦、那你也赏心悦目对不对、嗯、那我就这样子吃了以后他还没有看，我是先看他已经答应了啊，他这个人就是答应以后不会反悔的，是啊，他我拿设计图给他看，
他这样嫩了一下，没有讲话。我说你答应我了，不可以，不可以反悔。我已经定了，我已经答应人家师傅就是要这么做了。是啊，他后来也蛮感动的，就是，我时常每次都要去刺，他都是开车从北部送我到台中，对，而且每次一次就是8小时，他就在那边等我10次。这种男人很难找，难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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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很感谢他。那他不会有一个冲动跟你一起吗？我有跟他讲过说，哎，你要不要一起来啊？这样子才成双嘛。对啊，成双成对刺，然后对。可是他说你是背面，他是正面的，太痛了啦！金刚合体。对。哦，所以说他其实慢慢的，我觉得他慢慢欣赏，越来越喜欢他，可能他很喜欢，他可能也会改变自己哦。其实我会刺彩色也是因为他，因为他喜欢缤纷。哦，缤纷色。对对对，所以我才刺。每次都带你去看烟火这样子。那小娟，你接下来这个手背已经完工了嘛，对不对？嗯。那接下来是要这一边吗？还是要刺别的地方？就是把脚完成吧。你要刺整个到下面？有在想。我个人觉得这里先改好不好？好。是不是？我讲的这个应该是你们大家心目中的啊小王子。对对对，其实这个其实把这个把它这只象，其实把它刺成彩色的也很可爱。好，那当初你选这个卡通人物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原本就还蛮喜欢他。这个卡通是？对，然后我身上刺的都是一些阿丽亚扎的，所以我想说我想要刺有一点可爱，然后又有一点黑暗。嗯，对，然后我们就讨论很久，就决定要刺这个。这个真的很漂亮哇！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棒，而且这在任何国家都可以接受，嗯，任何年龄层都可以接受。有没有小朋友看哇，好可爱这样？有啊，会哈，然后会说哎，南瓜哎，或是什么的。嗯，哎呀，妈妈再去哪里画了，带我去啊！我也要。OK， 因为你们都刺青，刺成这样哈，那么有时候看到一些人刺青，你们会觉得，哎呦，怎么刺成这样？会不会就是因为你们对刺青的想法比我们多很多嘛？嗯，像我们看到刺青就是刺青，但你们看到刺青已经不是刺青，因为你们看的比我们还透彻。对，你们可能比如说，看啊、哦、这个刺青，其实如果改成这样哦，怎么样会更好看？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替他先设想怎么帮他修改，对不对？逛街的时候想，嗯，这个不 OK 哦，这个如果来改成什么，应该更美，是不是？哇，是。看看你问他不准、就是，因为他们是台中最 pro 的。那我要问不？问谁才准？因为他可能会看每一个人都觉得，这可以改一下，这可以修一下。没有，如果真的漂亮的话，我也会用很欣赏的角度去欣赏它。对，比如说像你们有的真的是真的很国外比赛，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作品。对，那时候你们很幸福哈、哦。好幸福，就是很想全身赶快回去弄满。其实我发现了，其实每一个时期，它就像那个流行讯息一样，会流行的图腾不一样。对，有一阵子我记得哇，很多人刺荆棘啦，什么那种荆棘、耗蝶哦，荆棘啦，那什么没有了，就是那种藤蔓啦，我是荆棘的耗蝶哦，金枣糕嘞，哦对，有一阵子是。都流行这边吃一条嘛，有一条玫瑰或者图腾，杜德伟嘛，杜德伟那时候，对不对？有一段时间，那你会一段时间要去改另外一个流行，它会有一波一波哦，像最近流行什么？肖像，肖像人的台湾在流行肖像，可是你要吃的像。对，刺的传神，真的糟糕，在台南就是好像就住了一个外人在自己身上，你知道吗？立像啊，哎，哦对，而且像看流量组，我刚刚就讲，他就吃他拿儿子照片刺一个啊，肖像，哇，就很可爱，要有纪念性，还有就是都小，那次都是肖像，彩色的肖像，黑白的肖像。彩色肖像有的是可能小 baby 刚生出来，带着他的脚印，爸爸刺小 baby 的脚印在身体上，然后还有小狗狗可能过世了，好想念他，然后就放一只狗狗的肖像。其实它不但是艺术，也是一种纪念的方法，也是一种纪念的方法。那请问一下，刺青对你们有没有带来什么困扰？洗澡洗不干净，找工作会。对。我找工作，你本来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之前是站百货公司。哇，这个哇，你这下你只能在一直去，你只能在玩具翻斗城了，对不对？你只能在玩具翻斗城做事。那不行，对。嗯，那是谁那个让护士找不到血管？哇，这个真的怎么找得到？我的天哪！只能找另外一只手吧。没有没有，你要跟他讲说，你从那个卡通图腾的眼睛刺进去就有血管。喂。哦，像他也找不到了。我有预留一个。OK， 好。哦，那你还好吧？
有啊，另外一边我看，另外一边这边也有，还有个洞哎，绿油绿，哇，刚好一个这样，很酷很酷，有经验的。OK， 还有什么困扰吗？有啊，我走在路上都会被人家问说你这丝袜去哪里买的？没有你的还好，我觉得他的比较像袖套，有没有？因为颜色太鲜艳，比较让人家不觉得说，因为我们对刺青的传统观念来讲，并不觉得说刺青可以这么的鲜艳。以前都好像是看国外才会这样有，没想到现在台湾的颜料越来越多了，对不对？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啊，就会被人家讲说我老公是那个黑道流氓。没有，你跟他讲说我本身就黑道了，干嘛我老公？那交男朋友会有困扰吗？我结婚了，你结婚了？那老公有刺青吗？有，他也是刺青师啊，也是刺青师哦。那你们两个比的话，谁刺的比较多？他。欸、不是刺青师怎么刺啊？他是找谁刺？他怎么可以信任过另外一个刺青师啊？刺青师哦，他有的地方就还蛮不好看的，就自己刺。哦，来，我们欢迎小文的老公来。哇！哎，他也有这个哎，刺青师傅的心。哎呦我的妈！我们欢迎小文的老公来。哇！哎，他也有这个哎，他有袖套。先看这边，看一下他的袖套。哦，他你看，也刺的好漂亮哦。一个脸谱。哇，是你老公刺的吗？你更狠，你还两个，两个。他后面还有。OK， 来，我们再看看这边。这边是。这是传统的吗？这边是黑白电视。威尼斯面具，这该不会你是自己刺自己的吧？没有，这是我老公刺的。鲤鱼是，对，对不对？对。在日本来讲，刺这个就是表示很有毅力的男人。大志啊！对。哎，大头脸可以刺一下。喂。你看他这一块，没礼貌，好漂亮哦，这个脸谱。脖子上这一块。哇，这应该很痛吧？很漂亮，很漂亮。后面还有，后面还有，脱掉，哇，好漂亮哦，大红红的，天哪，好好看哦，哎呦，这个你还藏不掉，就是这个康哥，这就是你的，就是你的了，真的，好适合你，好漂亮，好美哦，哦，这个太正了，这个真的很正，这个太 man， 因为这是太 man 的，而且好好看哦，蜻蜓跟鸟，哇，好厉害，就是酷中不失可爱，你知道吗？对啊，厉害厉害。而且你喉结那个很痛吧？这是对，这是刺吗？这样是硬汉的代表，是不是？嗯，没有啦，就喜欢这个风格。那你刺完之后声音才变这样子吗？不是啊，不是这样啊，不要乱讲啊！哎，请问一下，你们刚开始就是比如说，你们这个还是要当学徒嘛，对不对？嗯，对，他已经是师傅喽。对，我的意思说，当初在当学徒的时候，对不对？我想师傅去刺，哎，你过来一下，我试一下。好 ，OK 了。有没有？他调色，过来我调个色。哦，好，可以。那个针跟器具全部都是抛弃式的，没有刺一下客人沾个色料再来试它。OK， 对。好，这个是卫生根。你当初吃这些东西是你的师傅跟你讲说，我给你建议吃这个，还是我自己选？我们有讨论过。就是说他刚好也想要吃这个东西啊。我也觉得我也喜欢这个东西，你没有决定把它吃下去吗？有啊，你这应该有得名吧？有，我的天哪，吃人家还不得名，那裁判应该瞎了吧？真的，他背上真的好漂亮，好漂亮哦，好特别哦。背后是2009年新加坡的那个比赛图腾冠军。嗯，哎，我问一个，你会不会打我？哇，就是我今年得到2009年冠军，我明年可不可以报别的比赛去给他再比？你可以到别的国家。通常都是比过之后，我们就是不会再比，除非说不同的国家。比如说今天我在新加坡得冠军了，可是明年我还可以去澳洲比。对，可以这样嘛，对不对？你就可以，你可以换一层皮啊。对啊，不然只这样刺的那么好看，只比一次太可惜啦。对啊，对不对？对。好了，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哇。那个庭恩他这样子的那个图腾大概要多少钱？就是大概20几。20几而已、啊。20几。全背吗？对对，背上，因为它背小啊。对哦，看面积的。可是而且我最近有点瘦啊。哦，我去年80几公斤，现在吃的话真的是亏本的。哎，你不要怕啊，因为刚刚他婆婆已经说你免费，对，你免费，所以你可以从头吃到脚。
我一定要吃到一个人家认不出来我。回家按门铃，你是谁啊？叮咚，这样。OK， 我回来。你在脸上写小康就好啦。神经病。对。OK， 我相信你们几位之后还会继续在身上刺青，对不对？嗯。那 Tina 既然今天大家都知道了，我看接下来你可以从正面开始着想。